你是第一次睡在这儿，朕担心你不习惯，所以坐在这儿陪着你。不用你管我。 朕知道，你心中有怨气，你可以将这些怨气撒在朕的身上。君臣有礼，臣妾怎么敢向主上发脾气呢？其实朕相信，你会成为大辽最好的皇后。主上过誉了。 朕看到你的第一天，其实就已经决定了。你看这个，或许是天意吧。 这个双鱼玉佩救过朕的命，所以朕愿意等你，一直等到你愿意接受朕为质。主上不必等，臣妾是主上的妃子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臣妾听着便是。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主上求仁得仁，想要臣妾做什么？ 尽管下旨便是。那朕让你侍寝呢？你也奉旨而行吗？是。燕燕，你到底要朕做什么，你才可以接受朕呢？有一点。 你我都需要明白，这个江山是朕的，你也是朕的。早些休息吧。